一会儿怎么画？哦，这好头疼啊！20年后在干什么呢？埋头苦画，三个词儿：成熟、幽默、大方。你永远是我的宝贝，宝贝宝贝。没有上限，只要你，也不对哈、啊，这有点吹牛了。就适当就可以吧，就没有也没有什么上限。夸我夸我夸我吃的少，距离清淡，距离反正老管我叫爸爸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俯卧撑，遇到话特别多，然后站着器械不练的人，会。牛肉、羊肉，肚、鸭肠，还要听吗？好，挺多的。灰色，奶奶灰。吃了吗？哎，你们能看出来这是两个什么东西吗？对，我本来想画两条狗，看着忘了画尾巴，就看特别像两个小孩趴到我脚底下。补充一下。画不下去，毁灭吧。这其实就是我们家院子，20年后我画了一个椅子，但我把自己画得像个蚂蚱一样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得见。然后在自己家院子，然后养两条狗，然后边上有游泳池。本来想画个烧烤什么的，就是一个大院子，发现画不出来，然后就这样吧。对，就比较惬意的一个50岁20年后，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生活状态吧。对，真幸福，真羡慕，就是两个狗画得不怎么好。